年一度的义乌纺织展，自1999年创办至今，已成为行业龙头的聚焦盛会。展会专注针织、制衣及染色行业的自动化及绿色生产技术，已成为一个提供针织行业最新资讯的强大商业交流平台。第16届义乌纺织展将再次携手浙江省人民政府与中国义乌国际装备制造业博览会同期举行。展会将为海内外纺织企业提供一个综合性展示平台，展示最顶尖的针织、制衣及后整机械设备，帮助企业在时下纺织业革命洗牌的重要时期突破瓶颈，提升竞争力。2015义乌纺织展展会规模将达15200平方米，吸引全球200多个参展商共同参展，并将有来自世界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0多名专业买家前来参观洽谈。义乌纺织展参展设备可应用于针织及成衣、医疗及压力袜、无缝内衣、功能运动服、汽车内饰、鞋业及家纺等多个领域。展会将继续设立3大专题展区，专注于针织、制衣及染整领域的最新自动化技术及发展，全面贯穿针织制衣产业，为世界顶尖的自动化针织机械设备提供强大展示平台。义乌纺织展上还将举办精彩的同期活动，意在提供最新市场信息、设计趋势，帮助企业抓住贸易良机。义乌纺织展能有今天这样一路顺遂的好成绩，离不开参展商、买家及各路参观团体的鼎力支持。2015义乌纺织展，我们将一如既往张开双臂，迎接各路伙伴的到来。2015义乌纺织展将于11月30日至12月3日在中国浙江义乌国际博览中心隆重举行。届时，我们将期盼您的到来。